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那么我们请同学把书啊，《华严与诸宗之对话》啊，这本书啊，啊，把它拿出来翻到这个是第几页？230页。啊，230页。啊，那这个这一篇呢，啊，叫做《华严与净土念佛的对话》啊。那这个呢，以前呢，啊，是第一次是发表在，应该是，不对，这个啊，在2015年呢，啊，陈老师在华严专宗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的一篇文章，那它原名叫《教宗显首行在弥陀》，啊，那这个 这篇文章呢，华严专宗也已经挂在他们的网络上了，啊，所以这篇文章就可供大家下载流通，啊，那在2021吧，我忘了，啊，2020还是2021，法鼓把老师这一阵子前一阵子这个写的一些文章啊，把它收录啊，然后收录成《华严与诸宗之对话》啊，那名称呢，以这篇文章《教宗显首行在弥陀》这一篇文章呢，就顺应啊书的名字啊，把它改成啊《华严与净土念佛的对话》啊。那基本上啊，这两篇文章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那同学，班长已经也把档案给放到赖群组了，啊，那如果你找不到书的话，你就可以去啊看一下赖群组里面有这篇文章啊。好，那么这篇文章啊，叫《教宗显首行在弥陀》，啊，那显首宗就是华严宗嘛，啊，那为什么教在显首，然后呢行，啊，在弥陀呢？啊，那这一篇文章啊，会有蛮多的诠释啊。啊，或者是教宗显首，行在戒律；教宗显首行在天台；教宗显首，行在密宗等等。啊，密宗这个部分呢，啊，在这个对话里面，这本书里面还没有。啊，有唯识啊，天台啊，啊等等。哈，啊，密宗老师前一阵子有写的，只是还没有发表啊，啊，那时候他有拿给我看了一下，啊，那我也觉得很有兴趣啊，啊，那这个部分可能以后有因缘啊，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原则上呢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一篇文章导读完毕，啊，那如果你有真的有看的话，你应该看到附录里面啊，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看附录啊。附录有什么？普贤观法跟普贤行法啊。那如果时间够的话，我是希望甚至能看到那里去啊。啊，不然一般都会觉得，哎呀，华严有解而无行啊。啊，那怎么会无行呢？啊，那普贤观法、普贤行法不是吗？啊，那有希望今天有空可以看到那边。好，那如果没办法导读那边到那里呢，那就看因缘吧，以后有机会或者是同学回去自己看啊。好，那这一篇文章就分了六个大段。第一段前言呢，前言一般老师的文章都会比较以问题意识形态来呈现啊，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因为会有一些问题出来，那 表示你必须要澄清嘛。那澄清又不能 自说自话、啊、那当然要去找一些依据。所以第二章、第二章、老师就、帮我们厘清了，哎呀，教宗显首行在弥陀的依据，有没有什么依据？经典上有没有这样的依据？啊，好，那么经典上其实是没有教宗显首行在弥陀这样的话啦。啊，但是相关的内涵是有的，例如《华严经》，我们前一阵子显首菩萨品才学过、佛放光临命中念佛，啊，这个显首菩萨品也有，我们在读显首菩萨品的时候，啊，有看到啊，那待会儿在文章里面也会看到啊，那普贤行愿品里面也有一段临终的时候。哦，唯有这个普贤愿王啊，导引行人啊，能够入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就《华严经》来说啊。那还有论呢？那、啊、论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啊，有举了两个论啊，是《住毗婆沙论》，也就是龙树菩萨写的。好、啊，关于往生，关于念佛啊。的一些依据、啊、是教宗显首行在弥陀的依据、啊、那后面第三个往生论、啊、世亲菩萨写的、啊、那在文章里面呢、啊，其实我做这个是很粗浅的一个小小的，不能说科判、啊啊、就是大概稍微昨天晚上稍微把重点稍微把它、列个架构出来、啊啊啊、为什么要这样列、啊、虽然是一篇短短的文章、啊、但是、老师的文章通常有很丰富的内涵、啊啊、那时候我觉得把这个架构厘清呢、对阅读、啊、以及理解会比较有帮助。好好，那把依据介绍完之后呢，老师啊，在第三节啊，帮我们把华严宗啊，从度顺和尚智演法藏成观宗密啊，一般称的华严五祖啊，他们的观行法门呐 稍作的介绍啊。好，再来第四节啊，讨论的是华严观法的解跟行的关系，解行。解行的关系啊，这个同学应该比较熟啊，啊，那因为我们在读法界观呐、啊，我们刚一年级进来读法界观的时候，度顺和尚的法界观里面，啊，最后在讲真空观的部分，他是非常的强调解行之间的关系，啊，好，再来第五章啊。讲的是普贤行与弥陀行的关系、那整篇文章就先介绍了、哎、什么是普贤行，什么是弥陀行、那两者之的关系是什么、形式上有专有普之别，实际上呢、普贤行弥陀行彼此融通无碍、这是在文章里面都可以看到的、一些说明、那最后结语的部分、我结录的很简单、就是文章里面的最后一段、当结语其实不太够了、但是我们就是、稍微把重点标示出来而已，是我说这不能叫科判、因为很多东西没放进去、探讨的是教宗显首行在弥陀，所以感觉有显首有弥陀、好，那结语的部分根据上面所述、所下的结论，弥陀行即是普贤行，再来以弥陀行来实践普贤行，第三个以普贤行导归极乐圆满普贤行，这个同学在你的、课本的好结论的最后一段好像三行吧、大致上、有做这样的结论，当然这样的结论是来自于前面的理这个诠释归纳、出来的、一个结论、好，那么我们呢正式、来导读这一篇文章，摘要我就不看了、但是关键字可以看一下，华严显首解行普贤行弥陀行，通常文章的关键字就是这一篇文章要表达的重点、所以
老师列的五个关键字哈，好嘞，那我们来看哦哈，那今天就其实也不轻松嘞。其实我看文章哈，我还有一个看法，我会先有时候会先翻到后面去看一下那个参考书目，你就会发现这里用了多少有多少有多硬好啦，前面的部分。他说啊，近代大士大德们的修行法门有的人是秉持的教宗显首行在弥陀那有的人是秉持的教宗显首行在戒律或教宗显首行在禅宗、行在密宗等等来修持那么甚至呢，还有人提倡教宗天台行在弥陀的诸如此类的修行方式再再凸显了中国佛教擅长教义的两大宗派，也就是显首宗跟天台宗，或者是天台宗跟叫华严宗，他们教理跟其他宗派修行法门的关系，所谓教宗显首那个教，就比较以教理来做主导，那行在弥陀，或者是行在禅宗、行在密宗等等，这个就比较是以修行法门来说嘛，所以呢，这个教理跟宗派的修行法门的关系感觉为什么不是教宗显首行在普贤呢？对不对？为什么是教宗显首华严宗行在禅宗，或行在戒律、行在唯识等等，为什么不是教宗显首行在普贤呢？那这到底蕴含了什么玄机呢？是华严宗有教无关吗？相对于前面的教宗显首，这个叫教嘛，后面的行叫观嘛，那是华严有教无关吗？那华严宗是如何的看待解跟行的关系呢？解，然后这行嘛，好，那华严的观行跟净土的念佛的关系是如何呢？那这些问题呢，在这篇文章呢，老师从四方面来探讨。首先，探讨的是有没有依据，有没有依据？注脚你们自己去看哦，有的我会带有的要自己看，要自己看好。要看经论有没有依据。第二个，住大师的观行法门，这刚才这个其实就是这篇论文的结构嘛，第三个，华严的解跟行的关系，最后针对普贤行、弥陀行来探讨，好。然不论就华严经或华严宗来说，它的理论基础在于法界缘起。好，讲到法界缘起同学你脑筋里面要浮现出我们一直很强调的这个圈圈图，也就是法跟法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一张圈圈图，每一个法都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一个法能成立有无尽的因缘与之相应，让这一法才能成立。好，那这个叫法界缘起。那他所行的法门呢，那就是普贤行华严宗嘛，所行的法门就是普贤行，理论基础是法界缘起，法之间互相依存，依摄一切，一切也不离当下的依那当然啦，他的教如此，那他的行当然也是这样配着，不可能教跟观教跟行是两极化的。所以他的行门来说也是如此，就行来说，那就是普贤行，也就是广大行、无尽行、圆满行，就是那张圈圈图嘛，依摄一切那么此从华严宗初祖度顺、二祖智远、三祖法藏等人，莫不如此，都是以普贤行作为实践之入手那随着时代因缘的转变那因为种种的关系，所以呢有一些转变有的就变成以禅净律密等作为修行法门，所以才会有教宗显首行在禅或行净
行在律、行在密等等的情形。那这样的情形呢，一方面显示啊华严教义所扮演的重要性，因为都是教宗贤首嘛。好，同时也凸显了华严的解跟行的特色啊。那一般我们对于华严的认识，都会觉得华严偏重于教义的了解，对于实践方法比较陌生啊，比较陌生。那为什么呢？因为华严可从任一法而入法界而修行，你可以缘任何一法来修行，任何与你相应的法门来修行，以华严的法义来修行，所以其实是无尽行的啦。啊，但是也因为无尽呐，所以常常会让人家以为无门，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啊，说哎，你第一要怎么做，第二要怎么做，第三要怎么做，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指示，所以一般会觉得哎，华严好像没有实践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我是觉得这是有一点误解啦啊。那为何提倡教宗贤首？为何行在弥陀？那么行在弥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念佛吗？或者是以弥陀净土为归去呢？啊，那么而且念佛里面又有好多念佛啊，有好多种念佛，有称名念佛、观相、观想、实相念佛啊。那为什么又专就称名念佛来入手呢？哦，那这些问题呀，啊，在这篇文章里面，都一一的来厘清。啊，好，那我们现在要释名了哦，是什么名？教宗贤首是什么意思？对，我们学每一品不是都一开始是释名吗？对不对？什么叫教宗贤首啊？大体上来说，也就是强调修行需要大开圆解。也就是开圆顿解的意思，教也就是所谓的解，啊，好，所以教宗贤首的意思就是强调修行上，你必须大开圆解，你不开圆解谈不上修行，因为你眼睛看不清楚，你怎么走啊？啊，好，亦即指开圆解、圆顿解之意。这个解还是圆顿解哦，而此开圆顿解就一般而言，主要是对大圣经论上来说的理解，对大圣经论的理解啊。那就宗派来说，一般呢就比较以华严宗跟天台宗等教义啊来说的啊。因此可看出教宗贤首的用意在于强调，你要开华严的圆顿解，以作为修行之前导啊，所以要开圆解，哎，不然以前陈老师常常引用偶遇大师说的，如果没有开圆解，修行会日劫相悖，有没有印象？哎，日劫相悖啊，因为你搞不清楚啊，乱学一通啊，啊。好，眼睛看得清楚啊，眼睛看不清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直一走，就掉到水坑火坑去都不知道。所以这边教宗贤首的意思在于强调开华严的圆顿解，以作为修行之前导哦。啊，至于行在弥陀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指念佛法门，第二个呢是以弥陀净土为所归去。啊，而所言教宗贤首行在弥陀啊，其蕴含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教宗贤首而没不行在贤首呢？啊，蕴含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于修行上虽然已经开了圆解，但仍不易入手等问题，所以你要找方法啊。那教宗贤首行在弥陀找的方法就是找弥陀，行在弥陀，这就是方法。方法啊，好。民国初年，中国佛教界有大师大德们啊，
他们呢，有一些人呢，也是奉行的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的修行法门。例如杨仁山先生来说，啊，他本身遵从华严贤首教义，主要奉行的就是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乃是强调开元顿解作为修行之前导，所以解很重要，啊。而此开元顿解呢，以杨先生来说，他主要是依法藏的贤首法藏的教义。华严宗有这么多祖师嘛，那每一个祖师虽然他有他的传承啊，但是随着因缘而且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因素，他们的强调面也常常会不太一样。那么杨先生他就很清楚，主要是以法藏的教义，那其中也包括大圣诸经论等等，例如大圣起信论，那在于修持上呢，他是以净土的信愿行为修行法门。一念佛法门中，除了持名念佛之外，现在在介绍杨先生啊，他以这个净土的信愿行为修行法门，那这样的念佛法门，他怎么念呢？他持名念佛之外，他也做观想念佛。好，那么在更早以前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也有大师大德们提倡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的修行法门，例如云栖朱红，这是莲池大师以及彭继清居士等人好，彭继清有出一本书哦，《念佛三昧》什么什么门啊，忘了。好，基金会有书啊。好，等一下呢，后面导读的部分也会有部分会讲到这个啊。好，那我们呢来先看看有没有依据啊，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的依据啊。好，没有特别标举出这样的口号。但是有这样的内涵所以这个真的要去找文献了，慢慢找的啦没有这样的口号，但是有内涵，内涵你就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好，首先呢针对这个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与诸经论的关系呢来做讨论呢，第一个我们刚刚就已经在这个有列出来嘛华严经嘛华严经这篇文章主要就举了这两品这两品贤首菩萨品那其实我那一天在看的时候，我忽然想不起来，我觉得我这个是在贤首菩萨品中，我好像一直没有印象，我有给同学导读到还是很快念过去，我也忘记了那里面有一个 佛放光明我们以前前一阵子导读的贤首菩萨品，又放光明明见佛，彼光觉悟命中者念佛三昧必见佛命中之后生佛前，见彼临终劝念佛，又是尊相令瞻敬，又复劝令皈依佛，因是得成见佛光。这是贤首菩萨品里面我们前一阵子读的里面有一段是这个好，那这一段经文呢是针对临命终者，强调以念佛法门来达到念佛三昧，那么因为念佛三昧所以见佛那在临命终的时候往生佛国净土那这是贤首品的这一段好，那么临命终念佛往生西方国佛国净土是印度西域等的传统习俗，探玄记那时候应该也有给同学看到这个啦，有啦，应该有念过啦这个探玄记又见佛光他说依西国法令舍命者向西卧于前安立佛像，那个像意面向西，你有没有印象？有齁，好，来我们跳一下，若能坐此安处，非执王者得生佛前，此人亦当得见佛光好，这是探玄记对贤首菩萨品的那一段，刚刚念的这一段的诠释那在后面老师也把城观再解贤首菩萨品
的这一段呢，也把它陈观解的部分呢，也把它引用出来啊。他说啊，有七种光啊，因为在讲佛的放光嘛，哈、啊，四三是拔，悲光拔苦啊，初一恶难苦，次一是疾病苦，后一是死苦，令见佛者一舍命，不恐，不害怕，不。一般听说要死之前是害怕的，茫茫无助啊，啊，好，二是恶道不畏，啊，那又要劝，又要临终劝者，啊，在《大智度论》啊第二十八有说，临终少时能胜终身行力，为什么？临终那一刹那，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哦，能胜终身的行力哦？为什么呢？以猛力故，如火如毒。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哦，好，然后依稀欲法，下面这一段那就跟刚刚《探玄记》里面的诠释大同小异。好，那么往后看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说明临终猛力称佛名而往生净土，要猛力才有用哦。哦，啊，所以你看的这一段，你不要想说好了，我要死前再来念佛，你最好念得出来，而且要猛力哦。啊，所以平时的功夫还是很重要的啦。啊，由此可知，以口称佛名有助临终者往生佛国净土。啊，所以大家要加油哦，不是等到要死的时候才念哦。哦，不能说我老了再念啊，谁知道棺材装的不一定是老人呢，是死人呢。啊，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回到倒数第四行，在此段呢、啊，《显首菩萨品》的引文中，论述了念佛法门、念佛三昧、见佛跟临命终等四个议题，有没有？念佛法门啊，临命终、念佛三昧跟见佛这样的议题啊，四个议题。那四者的关系是密切的，也就是说，因为念佛三昧而见佛，且于临命终后往生佛国，啊，那至于所说的念佛呢，包括持名、观相、念佛等等法门，啊，那在四十卷的《华严经》，这个里面啊，这个简称叫普贤行愿品这一品里面，所言的临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没有针对念佛法门而来说，并未针对修念佛法门来说，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经文就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就是跟着经文的诠释来做厘清，啊，普贤行愿品里面没有这样说，显首品里面有讲到念佛往生。啊，那普贤行愿品它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但它怎么往生的呢？它是以修普贤行愿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如其云，又复也是在讲临命终的时候，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车乘，啊，珍宝服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跟不了的，带不走的啦。有了带走的是什么？业，只有业随身呐、啊。啊，好，好，那么他说啊，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道以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到那里就有这么多菩萨在等我们的啦。啊，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其人自见生莲花中，哇，多好啊！
蒙佛受记，到那里，哎，有一群菩萨把你围起来，说你终于来了，而且你自见自己生在莲花中，啊，而且蒙佛受记耶，得受记已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所以你不是到那边就沉在那个。那个海，那个莲花海里面不出来了、啊，不会的，啊，你会以智慧力随众生心，啊，而到不久当作菩提道场，啊，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是《普贤行愿品》里面介绍的临终。啊，以修普贤行愿，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好，此段引文中强调以修普贤的行愿，于命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能够见到这么多的佛菩萨。啊，好，所以这边有告诉我们呢，唯此愿往不相舍离，也就是普贤行愿。啊，然后这样导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此上述华严经之两段引文，哪两段？一段引什么？贤首品，一段引什么？普贤行愿品。得知哦，啊，显示的念佛往生与阿弥陀佛净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修行法门，基本上。包括的种种的念佛法门，啊，甚至是修普贤行愿等，啊，而非单单针对称名念佛才可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啊，甚至可以说强调以修普贤行愿于命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圆满普贤大愿。啊，如《普贤行愿品》有一个寄颂说：“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他要满什么愿？普贤行愿。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去成就普贤行愿。那么从这个寄颂中啊，我们不仅，啊，可看出不仅以普贤行愿于命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且借由往生西方来圆满普贤大愿。这样的意思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不易圆满普贤大愿呢，啊，不然你为什么要跑到西方世界去才圆满普贤大愿呢？是不是因为娑婆世界不易，啊，圆满普贤大愿，啊，那至于，啊，这个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的关系，啊，在华严经寿命品，华严经寿命品在，哎，看一下《华严经》的寿命品在很后面了，在这里，我们现在才在这里。哎，十住品，啊，在《华严经》的寿命品里面，有一段表达，啊，它是以诸世界之日节辗转至最后世界一节来对比。我们稍微看一下，啊，顺便预习寿命品，虽然很久以后才会学到，啊。老师有帮我们列出来，他说啊，尔时新王菩萨摩诃萨告诸菩萨言：“佛子，如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差一劫，与安乐世界阿弥陀佛佛差为一日一夜哦。娑婆世界一劫，在阿弥陀佛那里才一日一夜哦。”啊，那在安乐世界一劫，与圣福床世界金刚佛刹也差一日一夜。好，如此辗转到倒数第三行，啊，
是第十个了，辗转到第十个了。那你以为只有十层吗？不，我们看一下，如是次第，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刚才这前面这十层，这个九都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劫，啊，就是这个下面那个世界的。一善灯世界，狮子佛一日一夜哦。啊，现在哦，他说如是次第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最后世界一劫，于圣莲花世界显首佛刹，我一日一夜。啊，普贤菩萨等诸大菩萨充满其中，差这么多，在寿命品里面有这样的介绍。啊，如果要分层的话，一层一层成十层，但是在第十层这里又太恐怖了，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最后世界一劫，啊，才是这个显首佛刹的一日一夜啊。所以啊，我们是娑婆世界嘛，啊，现在刚刚也在讨论的是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时间观啊，那以及最后的显首佛刹。这边最后介绍的圣莲花世界显首佛刹啊的时间观啊，好，那么我们回到这边知道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差很多的啦，啊无量无边的差别啊，好，再来另外啊刚才介绍的是华严经的经典，就华严经以两个品来说明念佛跟西方啊。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及教宗显首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举的是论点，华严经的论点中强调念佛三昧必见佛，而且不退转，不退转。好，那么首推是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啊，那十住毗婆沙论呢，也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对十地品的注疏啊，它里面有特别有说明哈，他说第问曰，但闻是十佛名号执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更有于佛于菩萨名，能至阿惟越致也。阿惟越致简称叫做不退转的意思啦，啊，好，他说只能就是说要闻十佛名号，而且执持在心才能不退转吗？还可不可以呀？就是有念其他的佛或菩萨的名号执持在心，可以得不退转呢？答曰：阿弥陀等佛及诸大菩萨。称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转，更有阿弥陀等诸佛亦应恭敬礼拜，称其名号。又如，若菩萨欲于此生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念是十方诸佛，称其名号。如，宝月童子所问经。阿惟越致品中说，若人一心称其名号，一心哦，即得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这两段引文，好，在引文完之后，老师都会做一点诠释啊。好，他说啊，可看出啊，龙树菩萨他已经在关注借由念佛名号而得不退转等问题。啊，那不论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是称念其他诸佛的名、菩萨的名号，只要一心称其名号，皆能得不退转地。好，那么，而龙树菩萨所言称名念佛得不退转的看法，于修行法门上，那就开展出了称名念佛法门。此对后代净土宗的修行法门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发现龙树菩萨在解决什么问题？不退转的问题。所以刚才呀，在导读的时候有问过
有问过老师，那里面就有问过，为什么不教中显首，行在华严，行在行也在显首，或行在普贤？为什么？因为不容易呀，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容易娑婆世界的众生容易退转嘛，所以龙树菩萨在解决这个问题呀。因为众生容易退转，所以借由念佛名号，让众生能够这个解决这个退转的问题啦。好，那么第十三个偈颂，因为这个称名念佛啊，对净土宗的修行法门有很深的影响啊。好，那至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同学可翻到第九章第九篇。陈老师另外还写了一篇《称名念佛与称性念佛》，这一篇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啊。他这个是用华严在念佛的，用华严在念佛的。好，那这个同学有空可以自己看。那我们呢，以后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导读到那一篇啊。好，刚刚介绍的是论。第一个论是十住毗婆沙论啊，那第二个论呢，在这边介绍的是世亲菩萨的往生论啊，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只有在中国，我们很强调这一块，可是在印度啊的大乘佛教中就有强调这一件事，有世亲菩萨。啊，造的往生论，往生论又叫无量寿经优波提舍，好，那简称叫往生论。里面呢，他有告诉我们，来，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所以世亲菩萨发愿，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且他进一步以五念门来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五念门。好，那么此愿即名义，名何义呢？他说啊，观安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愿生彼国土故。怎么观？怎么生信心？云何观？云何生信心？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门成就者，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何等为五念门呢？哦，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啦。一者礼拜门，身的礼拜；二者赞叹门，口的赞叹；三者作愿；四者观察；五者回向。这叫五念门：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好，借由此五念门之修习，得成就往生极乐世界，而此五念门也就是透过身口意三业来修。所以我们前一阵子导读什么什么品，也一直在要清净身口意，净行品啊。你看菩萨也这样修，众生都也这样修啊。透过身口意三业来修，如身之礼拜、口之赞叹、意之作愿及观察等修法。且将身口意三业所修的功德，通通回向众生，通通回向众生。好，这就是菩萨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第十六个注脚。因为除非你自己有去读往生论啊，或者去上往生论的课，不然你也看不到。我们不太会自己找来看，那就顺着今天的经文就来看看。好，来，他说啊，云何礼拜啊？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正遍知啊，为生彼国意故啊。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所以不是嘴巴赞叹说哦哇，你怎么念出一串非常
赞叹清扬的那一些文字而已，啊，你的心啊要跟上去啊，啊，欲如实修行，而且要能相应啊。云何作愿？心常作愿，一心专念，毕竟往生安乐国土。欲如实修行，奢摩他故。啊，云何观察？啊，智慧观察，正念观彼。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故。云何回向？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成就大悲心故。啊，这是往生论里面告诉我们如何来修行啊，利用这个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啊，这个叫五念门啊，修五念门啊。好，那么接着看文章的倒数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于五念门中的第三门作愿门，作愿门是以一心专念作愿往生极乐世界来修三昧行，而入莲花藏世界。所以世亲菩萨他这个是透过五念门来修行啊，透过五念门来修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入莲花藏世界。嘿，他要入莲花藏世界，啊，好，但是他是先到哪里去？极乐世界。好，那么此引文中显示了念佛三昧与华藏世界的关系。而世亲菩萨此种作愿往生极乐世界，以及由极乐世界入华藏世界的看法，影响了华严宗大师，尤其是二祖智远大师。因为在华严宗诸位大师中，把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相互连接在一起的，首推的就是智远大师，华严宗二祖智远大师。啊，好，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看华严宗诸位大师的观行法门啊。那么分别我们前面这里是把这个依据找到嘛啊，华严经啊里面呢有两个品啊，显首菩萨品以及普贤寻愿品，有提到这样相关的议题跟内涵啊。再来论的部分，就是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他就已经在解决问题咯。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退转的问题啊。好，那世亲菩萨呢，他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他还要再到华藏庄严世界海，对不对？为什么啊，等一下也都会有一些诠释啦啊。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华严宗诸师的观行法门啊，就这五位。刚刚讲的智远，他很受世亲菩萨的影响啊。好，那么我们顺着来看，若就华严宗大师们的观行法门来说，主要在于普贤行。如初祖度顺和尚本身就是一位修普贤行者，那因为度顺和尚的记录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啦，啊，所以呢，大概也只能这样用推论的啦，啊，那怎么推呢？我们就看着文章啊，他说啊，如法界中五祖略记卷一，初祖名法顺，次号地心，俗姓度氏，雍州万年县度陵人也。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啊，上丙姓柔和，超姓高杰，学无常思，以华严为业，住境终南山，遂准华严经义，作法界观文。哇，这就是我们一年级刚进来学的这个法界观。即成以啊，投巨火中，啊，导曰：若契合圣心，令一字无损。忽感华严海会菩萨现身赞叹，后果无悔。啊，这是个记录了。啊，
好，那从这样的一个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杜顺和尚不仅终身以华严为业，奉行华严呐、啊。好，那下一段更告诉我们，啊，他也用普贤行来教导凡玄智。啊，如《华严经传记》卷四，凡玄智啊，晋州人也，同小异俗，愿言修道。年十六守家，于京师城南投神僧杜顺禅师，习诸圣行。顺也就是杜顺，即令读诵华严为业，劝依此经修普贤行。啊，那么此从杜顺和尚劝凡玄智依华严经修普贤行，那我们推知杜顺和尚本身啊，乃是修普贤行者。因为他的记录太少了啦，就这两笔嘛，好，所以我们这样来推论，他是个修普贤行者的，以修普贤行为他的行法，好，来再来，我们要看的是二祖智言，他本身有很明显的发愿往生西方后而入莲花藏世界，啊，在《华严经传记》里面，有一段。诠释他说言、啊、就是自言自觉牵绳之后、啊、他就告门人曰、啊、无此幻虚从缘无性、啊、今当暂往净方后游莲花藏世界然后讲得很清楚咯汝等随我一同此至而至十月二十九日夜，神色如常，右胁而卧，终于清净似烟。春秋六十七岁而已呢。好，时有夜静方者，其夜闻空中音乐，从西方而来，须臾还返，以为大福德人也。往生之夜，名臣询问，果知其应也。啊。好，所以他是很清楚自己讲的、哦、而且还告诉他的徒众们汝等随我一同此至、哦啊、好的那么我们来看那么智眼为何发愿要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入莲花藏世界呢、啊、那么从他的相关的著作里面应该可以略略的知之啦、啊、例如这个孔目章是智眼的作品哦、啊、他有在这个寿命品内、啊、他解寿命品刚才我们在讲那个寿命品、啊、这个什么娑婆世界一日一劫等于、啊、西方世界一日一夜等等那个寿命品他有名往生义、啊、往生义同学有空可以自己找来看哦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往生义他总共、啊、有七门第一门在一二三第四行明往生义者很清楚的告诉你未遇防退所以智眼、有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啦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未遇防退好娑婆世界杂恶之处中下若根于缘多退佛引往生那么净土的圆墙啊为进无退、啊、故至往生、啊、那往生有两个处第一是往生西方第二是往生弥勒处一个是弥陀处一个是弥勒处那这两处有什么不同呢那依智眼的看法他说啊欲断烦恼者引生西方不断烦恼者引生弥陀佛前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是异界了他已经出三界了是异界那异界出三界须服断惑嘛那迷路处呢是同界故、啊、不假断惑业成即往生、啊、业成即往生、啊、好那么智眼以七门来论述往生义所以同学如果对这个往生义这个有兴趣可以去把智眼这五七门把它找来看看第一个是明往生义再来明往生所信之境往生的因缘往生的厌生法往生的业行往生人为分析、
往生夜行回转不同等等啊，自己找来看吧啊。那么第一门的往生义中说明了为何要往生，主要在于防退转，防退转啊，因为娑婆世界中下根众生于五浊恶世中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欲缘多退，所以佛引往生净土。那么净土为进无退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很保险的啦，买了保险，保证啊，保证班啊。这说明了智眼为什么要撰写往生义一文字用意所在。此外哦，要特别留意的，智眼还说了往生有二处，第一个是西方弥陀国，另外一个是弥勒佛国啊。那这边就刚才念过，就不太再特别念了。为什么啊？要这个一个是要断虚浮断，或一个不用啊。好，那么这里我不太懂哪里？去西方虚浮断或印子，要除断或才能。哦，不是不是，去那边就浮断或，我们是待业往生。对，他的虚浮断惑的意思是你到那里去，自然就是，嘿，自然不是在这里啊，在这里在断惑，我们都去不了了。弥勒因为他在三界，他三界，他到那边他不需断惑，不需断惑，但是他有他的难处哦，啊，他有他的难的地方哦，啊，他可是靠自力哦，弥勒那有点靠自力了，啊，这个我们就不再特别去探讨了，啊，好，同样的，啊，因为，啊，所谓弥陀佛国，啊，班长刚才问的那个很好了，不然有的人会以为我们必须要福祸断祸才能往生西方世的世界，不是的，字眼不是这个意思啦，是因为三界西方在三界外，嘿，所以我们这边在娑婆世界啊，我们是待业往生啊，到西方世界去自然就嘿就定了，不退转，就福祸断祸了啊。好，这里要弄清楚哦哈。好，同样的啊，所谓的弥陀佛国啊，那对智眼来说有分一圣跟三圣。好，所以呢，在孔目章里面有说，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直接看引文。往生所信净者，也就是智眼注的《往生论》里面的第二个，往生所信净者，为阿弥陀佛国一圣、三圣不同。若依一圣，阿弥陀土属世界海色，华藏世界海色阿弥陀佛国土，何以故？为尽引出机诚信，净教真实，佛国圆融不可说过。那若依三圣呢？西方净土是十报的，十报土是十报处。好，此说明了从华严一圣的角度来看，阿弥陀佛国土属华藏世界海色。那么显示的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是相互连结的，诸佛国土彼此圆融无碍。但是若依三圣来看呢，那么西方净土是十报土啊。另外智眼也特别强调，往生西方净土得不退，辗转增胜，生无边佛土，至普贤界，还来入莲花藏世界海。哦，下面有一段注脚，同学可以自己去看，我就不带了。啊，由此也可得知，智眼为何于临命终时发愿先往西方极乐世界，而后入莲花藏世界。他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一圣教法上，因为以一圣教来说，阿弥陀佛的国土跟莲花藏世界还是相互连结的，啊，所以呢，他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就是要先入。西方净土得不退啊，辗转增胜啊，入莲花藏世界海啊。那智眼有此论点，基本上应该是来自于世亲菩萨了。世亲菩萨也是这么说的嘛，
他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入莲花藏庄严世界海。好，那至于三组的法藏的，我们就待会儿再来导读，我们休息一下。那么相对于智言，他有很明确的发愿啊，先往生西方净土，再入莲花藏世界海。那么三组法藏呢，法藏啊本身是道道地地的普贤行者，那他以普贤行作为实践之入手，而且毕生奉持普贤行愿。例如在永明延寿中经录中有记载了法藏的发愿文，书抄里面应该也有，我有一天有突然发现啊。华严书祖藏法师发愿寄云，这个以前陈老师都有跟我们带过的，我们一起把这个寄诵念一次。誓愿见闻修习此圆融无碍普贤法，乃至师命终不离，尽未来际愿相应，以此善根等法性，普润无尽众生界，一念多劫修普行，尽成无上佛菩提。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哦，他修这样的一个普贤法是尽未来际他都要这样修，乃至命中师命，乃至师命终不离哦，而且要把这样的善根呢能够回向给诸众生界，以一念多劫要来修普行，所以他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要生生世世实践普贤行。那因而呢，他呢在这个依华严经撰写的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就刚刚一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说的，在这一个这篇文章的附录里面，老师有帮我们整理出来啊，将普贤行分成普贤观法、普贤行法来加以论述啊。那么有关普贤观法之实践呢，基本上必须对华严的教理有充分的理解，你才能实践，不然你怎么依集一切的起来呢？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么依解而起行，你才能够实践普贤行如普贤观法普贤观行法门卷一有说，这边分了普贤观，普贤观就这十个观，从会向归性门、依理起行门种种，一直到第九的地网重现门、第十的主办原备门，这其实同学应该有一点熟了吧？如果是第三阶，应该要更熟啊。以前陈老师带我们读过《发菩提心章》，里面也有这个《色空章》，里面有这个东西。你翻到那个备注去看，不是备注啦，后面的附录去看，其实它有对照的。我现在是因为我一滑就要滑很久了，我就不滑动了。你翻书比较快，后面有普贤观法，老师分两栏啊。第一栏左边那一栏是发菩提心章里面的内容，右手边这个就是普贤观行法门中的普贤观，这可对照出来的。换句话说，第三阶你学过了。好，那第五阶呢？第五阶的同学，虽然我们没有带过那个发菩提心章但是我们在讲十玄门啊，在讲法界观的时候，都也差不多有略略的这样有引导过了。好，那这个普贤观在这边，所以对于华严的法义，你要能够把握，然后才有办法进入行法，否则那样的行法也就不是华严的行法，也不容易变成是不容易是普贤行了。你没有这样的华严的观法的话，你不一时实践普贤行，你普不起来。所以观法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我们导读我就顺着过来了
好，那么看一下第十，主办原备门，这是华严很华严的特色了啊。要怎么样观呢？要菩萨要以普贤之智顿见此普贤法界。是故举一门为主，必设一切为伴，如是无尽无尽不可称说，思之可见。我的头脑里面出现的就是圈圈图啊。就一法能成立，是相依于无尽的因缘嘛？圈圈图好久没出现了，请他出现一下。哎，他不出现哎、欸。啊，好了，有了。主办原备，主办具足，一法能成立，是相依于无尽的因缘。这其中的一个因缘，又相依于无尽的因缘才能成立，所以辗转推下去，无穷无尽的因缘才有这一法，而且彼此是遍融摄入，而且时间上来说是同步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呀、啊。啊，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那我们所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秉持这样的知见来修行，才能依集一切嘛。啊、否则割裂式的一个认知，常常就会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有一个人，并不是只有五蕴才会成立一个人呐、啊，才那个人才构成一个人呐、啊。每一个条件都还有无尽的因缘嘛。这其中的因缘又有无尽的因缘才能成立的、啊、所以是法法相互依存，法法相互依存无自性，这叫空啊。也因为法法无性相互依存无自性、啊、所以随缘而展现种种不同、啊、方便说叫有。所以这张图到底是空还是有？空有无碍、哦、啊，不要到时候变成有一个空，有一个有在无碍。所以他讲的其实是法法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用空这个字来表达，空不是没有，空不是没有、哦、啊，你说空是有吗？空也不是有，空你 不能说它是什么。好，你不能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表达彼此之间、啊、是相互依存的，这种方便上用空这样的一个字来做表达，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法有它的自体性嘛，不可能有单独一个法存在的，是相互依存的，这样叫做空。那因为是相互依存，所以也是繁星万象，好，也是繁星万象。好，要有这样的认知，才能依遍一切，依摄一切，依入一切法法，遍融摄入，才会有重重无尽。举一为主，举 A 万为主，其他的就是伴。我举 A 五为主，那其他的就是伴。举我为主，那同学就是伴。举班长为主，那我们就是伴，所以是平等的，所以华严是这样的一个平等的大法。好，我们回到这个文里面，嗯，不是这个，是这个，哎，稍微的，这里，好，好，所以啊，这样的一个主办原备门呢，是以普贤之智顿见普贤法界。所以举一门为主，必设一切为伴，重重无尽，不可说，不可说。好，那么这样的普贤观法的十门中呢，是以普贤之智来修观的咯、啊、那依此观法顿现普贤法界。老师这里的话再解释上面这一段啊，所以举一门为主，设一切为伴，如是无尽无尽不可称说啊。好，此普贤观法与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中的色空章内容大致相同，我刚才有请同学翻过去看了嘛，啊，大致上是一样的啦，啊，而此
也跟华严法界观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华严法界观的三观，同学有没有印象是哪三观？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在这里啊，它这个里面有相对应的啊，华严发菩提心章里面啊，这个有这三观，这三观当初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好特别啊，因为我们以前在学那个法界观的时候，那真空观开始不是一直破、一直破、一直破吗？啊，但是我看到的哦，那时候看到，哎，他来，我们看注脚第二十八个注脚，第四表德哦，不是破哦，表德哦，表德者自有五门。居然真空观在表德，那时候觉得好特别，现在觉得当然是，如果不是那就奇怪了，不是只是在破而已啊，情境离显嘛，对不对？把错误的情这个之见都破除了，那自然显的就是那个嘛，啊，所以这个是表的，他把它放在表的，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啊。那当然这五门呐、啊，发菩提心章的五门，前三门就是法界观的三观嘛。那后面色空章十门止观、理事圆融义，这个陈老师以前都帮我们带过的，好、啊，那我们就不说了。我只是要特别提醒同学，哦、我当初看到哇，真空观、理事无碍观都在表的。我那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我那时候会觉得我觉得周遍含容观在表的，我可以接受哦，真空观。破啊，在表什么？哦，那时候还觉得好，有疑问呐、啊，会觉得有疑问，而且觉得他的介绍有一些层次的感受，所以那时候我也蛮疑惑的。哦，但我看到发菩提心章把真空观列在表的，好开心呐、啊，好开心呐、啊，啊，开心了好一阵子呢。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此一来啊，跳回原文来看一下，如此一来。可看出普贤观法与普贤教理的密切关系，啊，至于普贤行法所的内容，有十种行法，啊，他说啊，初学菩萨行法有十门，啊，那么这十种行法是针对初学菩萨来论述的，啊，教导我们如何起信，如何皈依，如何忏悔。发愿受戒离过行善忍辱救度平等十种行法，所以怎么会没有观行法门呢？怎么会没有呢？啊，那待会我希望有空啊，观法可能不用来不及看，我们至少把行法看了一下下。他的行法是怎样的信啊？怎样的皈依？又要如何的忏悔？发什么样的愿、啊、受怎么样的戒，可离怎样的过等等、啊、那么来继续来看一下，虽是如此，但仍不离普贤广大行，如第十门，这个就是修平等行。所以刚才借由圈圈图的稍作介绍，已经跟同学这个提醒，华严是平等大法，法法相互依存，法法之间同时顿现，法法之间是平等的。好，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第十下一页喽，修平等行亦有三种，就是普贤行法的第十个平等行有三种，啊，哪三种？与所救众生平等，不减怨亲哦。而且不求恩报、啊、第二不见自他无人无能无所，毕竟平等。第三心无缘大悲，无念大智，摄化众生，广修万行，尽未来际而无休息故。他教导我们要这样修、啊、好，此是以尽未来际而无休息的广大行愿、啊、那这是普贤行法的特色啊。普贤的法义啊，华严的法义本来就是广大又深又广，一摄一切，对不对？一切入一
重重无尽，那他的行愿当然也是敬未来际的广大行愿呢、啊。啊，那么此也呼应了法藏大师本身生生世世奉行普贤行之精神。所以刚刚法藏大师的那一些他的发愿文，其实也就呼应了，普贤大法本来就是如此啊，尽未来际的广大行愿嘛。啊，好，那么至于世主成观呢？世主成观他本身也是普贤行者，如宋高僧传中里面有记录，吾既有普贤之境界，博妙极之缘香，不输毗卢有孤二圣。他已经告诉你他有普贤之境界了，博妙极之缘香就是文殊菩萨了啊，那他不去著书华严经，他说不过去啊，对不起普贤文殊两位菩萨，所以这就也很清楚他行的是普贤行嘛。啊，从成观所有普贤之境界进了著书华严经，可以得知他是道道地地的普贤行者。这是世主成观。那宗密呢？宗密我们有比他比较陌生一点啊，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导读宗密的东西啊。啊，宗密他毕生投注于圆觉经之著书。啊，我们跟宗密，我们认识宗密是因为我们当初读那个法界观的时候，有那个注华严法界观门嘛，他有做这样的注，我们那时候是搭着那个成观的玄镜啊，以及宗密的这个法界观的注一起读的嘛。啊，那么但是他宗密他的经历哈，大部分都投注在圆觉经了。啊，或许一般认为宗密与华严的关系似乎淡了一些，但是成观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哦，他对宗密讲过这样的话哦，譬如华藏能随我游者，其为汝乎？干那利鸟。成观对宗密说的啊，似乎可以得知宗密本身亦是一位普贤行者。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推啦，啊，那再来，另外宗密啊，宗密那时候啊，因为禅宗兴盛了嘛，啊，禅宗兴盛，所以那时候对于教跟禅，禅跟教之间哦，是常常在互相争论呢、啊。那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有努力啊，有努力要化解禅教啊之间的纷争啊。那他有著了一部经典叫我怎么忽然忘记《禅园诸权集都》，其实有100卷，但是不见了，剩下序。我们目前读到的是《禅园诸权集都序》。那整个100卷不见了，只剩下序啊。那剩下序其实也蛮不错的了哈，也做了重点也都在里面哈。然后他宗密啊，他是以化疑顿跟逐机顿来鉴别华严经与诸经之不同，化疑顿跟逐机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我把这一段读完，我们再来看注脚。啊，他用化疑顿以及逐机顿来鉴别啊华严经跟诸经的不同，这也显示了宗密本身啊对于华严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啦。那至于宗密为什么要投入圆觉经的著书呢？老师说啊，那是因为时代使然，因为契合当时之根基啊，啊当时之根基。好，我们呢来把这个逐机顿化疑顿这里我们看一下下。因为我们也不太有机会去导读宗密的东西，我们来看一看，在哪里？245的下面，我们看246好了，好来，顿者复二，有逐机顿，有化疑顿。什么叫逐机顿呢？逐机就是你要看那个根基哦，逐机哦，逐机啊，而且是顿哈。顿啊，凡夫上根立志，直视真法，闻即顿悟，
哦，这已经很厉害了哦。啊，全同佛果，如华严中初发心时即得阿耨菩提，如圆觉经中观行成时即成佛道。然始同前二教中行门，暂除凡习，见审现德等等等等等等。啊啊，他告诉你，即华严一分，不是十分哦，不是满分哦，一分哦。啊，即圆觉。啊，佛顶密言胜曼如来藏之类二十余部经是也。欲积即说不定出后，啊，那与他的判教，他有分哈，他把他判在禅门第三直显心性中，完全相同也。这讲的是逐机顿哦，逐机顿哦，啊，宗密于此说明逐机顿为华严的一分。而诸经典之顿乃属逐机顿，那至于化一顿则专指华严经哦，所以他有分清楚了，他有分哦，啊，他说逐机顿这一些啊都只是华严的一分哦，一分而已哦，啊，所以但他为什么要弘扬那个圆觉经呢？他自己也说啊，圆觉啊也是华严的一分而已啊，他为什么要弘扬圆觉经呢？刚刚老师就说了，那是什么使然？时代因缘啊，当时的根基，所以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弘法的方式啊。那关于这个禅门第三直显心性中，这给同学看一下了，因为不是这个，这个才对。来，这是宗密的判教，啊，我怎么突然变暗？啊，他说啊，因为当时宗密那时代是禅宗大概有百家争鸣啊，啊，那各有各的优点啊，但是也因为禅教的不合，所以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啊。那他大致上把那百家宗啊禅宗啊哈。把它糅合，然后产生十宗，啊，十宗，然后再归纳成三宗，所以他的判教有禅三宗、教三种。细对详禅之三宗、教之三种，啊，如经斗称足定浅深，啊，好，那禅三宗是哪三宗？习妄修心宗。啊，敏觉无记中，直显心性中。那他刚才说他判在哪里？直显心性中是什么顿？逐机顿哦。啊，他直接就判在直显禅宗禅三宗的直显心性中。啊，好，那教三种我们也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密意依性说相教。这一支铅笔，这是老师的滑鼠，因为我直接把它扣下来，哎，偷懒一下啊。密意依性说相教，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密意破相显性教；第三显示真心即性教。啊，又此三教如次同前三宗相对，一一证之，然后总会为一位。啊，这是宗密啊，对于禅三宗教三种的一些 的教判呢，啊，那他刚才把逐机顿判在直显心性中，好，好，这是顺便带到了，因为我们也不太有机会带宗密的东西啊，好，好的，哦，所以化一顿是专指华严经哦，啊，专指华严经，就他自己一直毕生弘扬的圆觉经，以宗密自己说的，他也是华严的一分而已，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华严观法的结与行的关系，第四节了。华严观法的结跟行的关系啊，好，这个部分或许同学也比较熟一点，或许啦，我也不知。来，我们看一下，借由前面的论述，可以得知华严中诸祖师都是实现普贤行者啊，那。这个华严宗到底是如何看待解行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啊，华严宗来说，解行不二，一解起行，
一节起行，行一节起。那么有关华严三昧的修持，就不外乎解跟行啊。所以在法藏的游心法界记里面有告诉我们，要如何入华严三昧呢？要如何入呢？方便非一，总而言之不过两门，一者解，二者行，就是解跟行两门入华严三昧啊。所以此段引文中以解行来说明如何修持华严三昧入无碍法界。所以以我的认知来讲，我觉得导读这篇文章其实也是很硬的课程啊。你看老师引了多少经典进来了啊？那游心法界记第三届熟了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导读啊，第五届不是很熟，但是其实我们也常常之前呢、啊、常常会引用呢、啊。好、啊，好，来我们来看看啊。此之解与行彼此有密切的关系，不是解是解，行是行而已，他们彼此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基本上行依于解、啊、乘解起行，解行不二、啊、那我们这一篇叫教宗显首行在弥陀，我们是依什么样的解？一显首一华严的解来行，所以他说行是依于解，那么乘解起行，解行不二，而种种有关解的解的论述，无非是为了建立真正的见解。你有真正的见解，便能乘解起行，而且如说而行，如行而说，行跟说，哈、哦、是。一体的，如说而行，而不是两件事啊！啊，如说而行，如行而说，如法界观，这个我们应该很熟啦，哈！我们那时候有导读，而且陈老师超爱导读这一段的，啊，解跟行的关系，可见它是很重要了。哦、啊，他总是老婆心切的跟我们这样说嘛：不动明前解，无以涅成此行。若不解此行法，决于前解。无以成其正解。如果你要守着这样的解不舍，那你也没有办法入正行。是故行有解成，行起解决也、啊、好，此说明了真正的行是由解所成，真正的解乃是行启动的时候，这个解就泯绝了。为什么？因为行是什么？离见妄言的啦。好，我们不要跳好了，我这样跳同学会找不到。好，简言之，此即是行有解成，行起解决，由此显示了解跟行彼此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切割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那就是圈圈图啦，你拿出来啊，解跟行彼此相互依存啊。啊、那尤其于解方面特别着力，华严宗对于解的部分是特别着力啦、啊、好，那么这边要特别说的是，那么纵使啊讲到行啊，也是不理解来论述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普贤观法、普贤行法也是不理解来论述。为什么？因为行是王见离言的，说不得啊，行怎么说呢？啊、因为行本身离见妄言、啊、如此、啊、那么显示解在修华严三昧所扮演的角色、哦、是非常重要的、哦、如游心法界记里面有一个问答、啊、你既然说行法离见妄言，言见莫之能入，那么今既之行妄言离见，这样的见岂非见也？哇，好尖锐哦！你说这个行是妄言离见的，这样的见解难道不是见吗？啊，那他怎么回答呢？若知此见是解，那这样的理解就是一个正解。
啊，若即此见，你以为这个见就是行了，啊，那非但不是行，也不是解。为什么？因为你是乱解，妄见之解即非解，所以不是行，更不是解，也不是解。啊，好，所以呢，有解所论之行啊，基本上人是解而已啊。啊，那不能将此解之行当作是行啊。啊，且因为行本身是离间妄言的，所以往往就只能就解来说行嘛。我们再怎么说行，都只是嘴巴说，都只是以解来说行。啊，那若不能明白此番道理，而将这样的解释为行呢？此不但不是行，亦不是解。啊，那例如后面有引一段《游心法界记》里面的文呐、啊，啊，好，他就在讲啊，啊，你自性全体都是无声啊，那你为什么又说是国法声呢？就是类似于这个解跟行的关系啦。那因为里面有讲有力无力哦，有力无力我们就先跳过了啊，不然同学又要开始无力啊。有力无力彼此其实也是相及的啦，每一法既是有力也是无力嘛。你们记得怎么说吗？有力无力要讲吗？为什么每一法即是有力无力？啊，有力是什么？显。那、啊、无力呢？隐。好，那以前老师常常举的例子嘛，他常说老师在上课，所以老师有力，设同学无力嘛。同学无力入老师有力啊，对不对？那今天如果另外说，哎，同学在上课，那我就以举同学为主了哦。同学在上课，同学有力，对不对？老师无力，是吧？啊，老师无力入同学有力，啊，同学有力设老师无力，所以我们说每一法既是有力也是无力。啊，也是无力。那生跟无生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你要一法有力，一法无力，彼此才能有作用啊。啊，这是华严宗大德很辛苦的啊，在想尽办法来教导我们法法之间相互依存的怎么作用的教导啦。所以他用了有力跟无力啊，啊这样的词啊。好，好，那我们来看呢、啊，哈、啊。他说啊，有力无力无恶性啊，所以刚才告诉同学啊，法法之间，法法每一法既是有力跟无也是无力嘛，所以我们彼此才能片容摄入啊。啊，那举一法为主的时候，我就是有力，那一法就是有力，其他就是无力。啊，那举另一法为主的时候，那一法就是有力，那、啊、我们就全部是无力，这样的作用才能够展现嘛。啊，他说啊，这些教导啊，皆为灭见之方。重点哦，灭见之方哦，这是因为我们的知见不当嘛，所以他总是要开药方来治理我们这个很喜欢执着的这样的特性啊。啊，好，那不可则执此不行啊！啊，解方中不差病，事需用功无怠，久习方成怀。哦，这是我每次看到这里都觉得法藏真是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要认真哦。啊，勿以解为修，哎，同学，勿以解为修，而即将为正行也。此但是增于见爱而已啊，所以不能直解为修啊，不能直解为行啊。啊，他说啊，此但增于见爱啊，终无归本之期啊，暂疲倦于波澜，竟无获诸之日，何以故啊？唐捐岁月无功勋故啊。好，那么有关解行的种种论述呢，都在欸、他跟我们说是什么之方？灭见之方。所以这些论述都是在破除我们种种的知见啊。啊，什么有力无力，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法法之间彼此相互依存、片容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可是他这样教导我，如果我去抓着一个有力，你有力，我无力，然后在那边争执不休，那只而且或以为这样、哦、就是一个修行了。他说这不对哦，这只是增于见爱哦。哦，因此如何确切的正解，那就是修普贤行的关键。要正确的理解，才能修行啊。所以才说要先开缘解，作为修行的准备。一开始我们破题的时候，释明的时候，不是有这么说吗？啊、哦，好，来，后面这一段是我很喜欢的一段啊、哦。当初还跟某教授辩论过这个啊、哦，我还很不以为然啊、哦。好，他说啊，他是质疑这个都是我们在说哈，但是我觉得法藏说得太好了。好，我们来读。又此诸法缘起相由，缘起相由是什么意思？就是法法互相依存嘛，相由相互依存啊。即云哦，你知道这个诸法即缘起是相互依存的，你就说啊，哎呀，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法藏说，世即但得其门哦，不观其大缘起意也。哟，好奇怪哦，为什么？啊，他说哦，注意哦，他说大缘起法而定一义不可得啊，相由而成，融通无碍故。且如一中有一切时，即是一切中有一时。你今天如果要定其门说，就是又割裂的，就是这样才对哦。缘起相由就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哦。啊，你就定欲定其门说，他说啊，故知但得其门，不得其法也。既不得彼法而言，一切中有一，一中有一切者，此但是妄皆，非称大缘起，非称大缘起法也。啊，好，不太理解，对不对？好，他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只取了这个东西嘛。例如他后面一个譬喻，啊，当初就是因为这个譬喻，我实在太不服某大老师啊。你们听听看嘛，啊，如人见水，向东始流于上，那水上有泡泡啊，那我们说泡中有水，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我把泡泡捞起来，而既泡于手中哦，我把泡泡捞起来，就说即言手泡内有水者，说我这个手中的这个泡泡就是水，此是心妄心中有，而非称水有也。你把它抓出来的啦，你的泡泡跟水已经怎么样？切割掉，切割了。你这时候在说我这里这个泡泡就是水啊？你的一跟一切是切割的，然后嘴巴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不是妄接吗？啊，以泡啊离水即无，何得有泡呢？啊，而言泡中有水啊，那此是缘起已坏，不可言有也啊。啊，所以我觉得啊，后面这个譬喻还不错咯。哦，那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去执取它，哦，或者说我们说我们那一张圈圈图，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互法相互依存哦，哦，可是我就把它固定住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哦，或者是切个某一小块，说，就这个就是缘起，这就是法界，那只是你心中的妄接啊，哦，妄接，你忘记法法相互依存，而且片容摄入重重无尽呐、啊！啊，好，所以我觉得法藏那里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啊、太好了！没想到有人这么质疑他啊，都说是你们自己在说啊。好了，那么华严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缘起道理，实在不容易掌握了，因为我们习惯以世间的一跟一切来理解嘛。啊，因此确切的正解大缘起法，乃是修普贤行的关键啊。所以陈老师在规划华严的学习的时候，他其实很重视的是法界观跟
师学们也要把这个法义啊啊先建立好。我们要学习华严宗或学习华严经啊，比较不会有障碍了。好，好。所以我们知道能够确切的来理解缘起法，此乃修行，此乃修普贤行的关键。那么除此之外呢，也需要在日常中令此正念令此正解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好，好嘞，这个是法藏的有心法界记里面说的啊。福言一者必具一切，方是一也。若不具一切，即不是一。反过来说，一切一耳。那这样一个大缘起法，法耳具足，必须心中正。彼之不可说得相人者，方见缘起之气分也。若作可说得解，是即不见也。终日言游，妄为言也。必须觉解实修，是即顺为正见。若也以解心为德，你以为你这样的解若也解心为德，是即一世虚行啊。深信之耳，于如别说，既知是矣。你既然知道这样的道理，那么常须细念相续，勿令恶见闻之，乃至正见如常见世间物等者，方明入大缘起法界也。若不得如是念者，那就要须向净处细念现前，你要好好的修行了。不可口言，即为入也。不可用嘴巴说的说我在入法界若口有而心无者，他骂人了，你是狂人即如狂人耳法藏很少用这么强烈的语词若口有而心无者，即如狂人耳可准思之此中强调虽具正解，人需要细念相续而且要用功无怠，久习方成怀。如果不能的话，那就要到净处去好好的修行，令此大缘起法界之正解圆明现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华严宗对解行的重视，唯有真正的解才能开启真正的行那么无性之解不是正解，不是正解。那到底要怎么样的信呢？在《游心法界记》里面有介绍过，我个人是很喜欢《游心法界记》这一部著作的观也有观行也有观行都有而且法藏里面讲得很恳切很恳切好，他说无性之解亦非真正的解他说若能如是，佛说此人皆堪受法界究竟三昧。要有无性之解啦信好，他才能堪受。你没有真正的信，是没有办法堪受法界这样的一个道理的何以故？于法苦行，不却不故如说能行，教相应故。此云何之按华严经云，此经不入一切众生之手，唯除菩萨及其士也那解是法藏的解，他说不入众生之手，这个手是什么？信手。不入者是指如果无此信，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彻道之信，你不能堪受法界无碍之法，因为你根本就不会相信，也不可能相应，因为你不信是故华严不入手也何以故？信心虚伪不应教故，你与教不相应嘛好，那为什么唯除菩萨者呢？因为菩萨怎么样？心口相应，毕竟无谬。于菩萨行，勇猛能为，
堪可进修诸于，堪可进修诸于行等。那么华严妙典全彻手中，何以故？法界无碍，此人要故。若无知是信者，虽有众解，皆悉颠倒。何以故？无信之解不应行故。无信之解是无法与行相应的啦，颠倒之解即非解故。由此可知，信、解、行是不相舍离的，不相舍离的。无信之解是颠倒之解，颠倒之解与行不相应。那么有关华严的解行呢，从刚才一路上这样的导读，我们知道它是乘解起行，所以你这个解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就行到水坑火坑去了所以要乘解起行，而且要如行所说，如说而行，如行而说，行解不二那么有如文殊普贤在这边成观引了成观的入法界品，他说解行相对普贤表所起的万行上下诸经上华严经上下诸经皆说普贤行故。那文殊呢表能起之解通解理事故。所以华严经的这两位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就在教导我们解行之间的关系好，把这里念完我们看一下。好，又云互融显缘者一二，先以二门各自圆融为解由前信方离邪见，信解真正成极致故。然后呢，一体起行，行必乘体，由行正理，理行不殊，故随一正即一切正二，以二圣法门互融，为使信必信于理，能所不二，乘解起行，行解不二，至于理明，则理智无二。是以文殊三世融通隐隐，即是普贤三世摄入重重像这个相对于文殊的智或所谓的解那普贤就行嘛行嘛或者是文殊的理，普贤的事由此故能入遮那平生之境故所以要借于解才能起行，乘解起行，行不异解，解行相知方为真正之解。所以种种的解都是为了要实践都是为了要实践好，如成观后面说的造解成观，即是即行，且于口谈其言，嘴巴说，心也要到了，心亦其理好了，我们修行一下，休息一下，再来导读普贤行跟弥陀行我们要进入普贤行跟弥陀行普贤行跟弥陀行，那普贤行基本上就是以信解行证的方式来来入来学发彻道信，开圆顿解，修普贤行，入圆满证那我们呢就顺着老师的文章好教宗显首行在普贤，或教宗显首行在弥陀所面对的共同的问题都是在行的问题嘛，因为解都是以显首为解嘛是行的不同嘛那么这样的行呢就是涉及的普贤行跟弥陀行嘛那所以呢以下老师就针对普贤行以及弥陀行来探讨那普贤行那个普就是以华严来讲，行就是普贤行，位就是普贤位，眼呢，眼睛的普贤眼，智普贤智，德普贤德，愿普贤愿，净法观等都是加上普贤以这样的字眼来显示华严的教理跟观行，也就是说以行来说一行一切行，以位来说一位一切位，所以之前才会一直跟同学说华严无位无位啊，无位啊，一位一切位啊，你如果要讲位就一切位嘛那方便上记显在宗教上来说
哦，那智就一智一切智，德也是，所以才会出发心功德无量无边呐。那障呢？一障一切障，惑呢？一惑一切惑，一黑一切黑。所以它的教理跟观行是密切扣合在一起的。好，诸如此类都非普贤行位不能表之。整部《华严经》所要论述的，也就是普贤行德。那么华严宗大师要持戒的，也就是普贤观行。那所谓的普贤行呢，可以用信、解、行、证来表达。在下一页的那将是归纳为发怎样的信？彻道之信。开什么解？圆顿之解。修什么行？普贤行，入圆满证。所以呢，也就是针对信解行证之行来论述普贤行，来论述普贤行。那所谓的彻道之信在《游行法界记》里面就已经讲过了，要入法界无碍，就要先发彻道的信心。无信之解，不应理嘛。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彻道的信心，有彻道之信心若不能，来倒数第三行后面两个字，若不能发得如是之信心，无以入于法界无碍也。你要相信法藏说的，若不发如此的信心，是没办法入法界的啊。为什么气不堪受无碍法故啊？若得此信现前，则能堪受无碍法也。引文中所说的法界无碍，那是指华严三昧了。那华严三昧又称海印三昧，又称法界三昧，又称法界无碍三昧，法界究竟无碍等，好多名称。那是以不同的立场来说明例如46个注脚，你看一下，是就因果理等不同的角度的差别来说啦。华严三昧比较以因地来说明，海印三昧比较以果地来上来说。那法界无碍，那就比较就理来说那事实上它是一样的啦，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诠释，所以有不同的差别好，那他说啊，若不能发起彻道信心，则不能堪受法界无碍法。若不能堪受法界无碍法，那你怎么修法华严三昧？不可能的嘛！因为你的根器根本没办法接受了那换句话说，如果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彻道之心能够现前，来到下一页喽则能堪受无碍法。此再再显示信与行上的重要性，他那个信是不打折扣的，叫彻道之信，彻道之信那在《游行法界记》里面有告诉我们是要多彻道呢？来看一下这个段引文：今令发此信心，谓我云何是信而言发也？他说啊，令以事求。事即可见，用一件事情来看看例如啊，且如于一生中所发自信心当尔时间具有六种难事，哪六种？第一，日食催促难；第二，迥无资产难；第三，外求不得难。你要供养你也想要供养你想要供养你遇到六种难事，第一种就很急嘛，日食催促有这样的难，第二个你根本就没有，迥无资产难，你要怎么供养？第三，你外求也不得啊，外求不得难。第四，信心不动，这样也很难。第五，要你的命能舍生命难。第六，能舍生命你还很开心庆喜劝悦难。此事就供养之实力来说，显示于极难行之下，仍不退其供养之信心。对此之难行，以六难来显示，如果能够在这样的艰难之下，来最后一行喽，
人不退其信心，啊，那么能够具足这样的信心者，乃能堪受华严之法，乃可修华严三昧。那它的原文就在上一页的注脚，长长的这里，《涅槃经》里面，存陀要供养这个，你自己去看。啊，那以前《游心法界记》我们有导读过，所以遇到这六种难，还是可以不影响你能不退其信心，那么这样的才能堪受华严之法了。那其实也不用想太多，叫你拿命来换，你要不要啦？我们都不要，我要活着。所以我们的信都还不是彻道之信呢、所谓开元顿解，刚讲的是信，现在讲的是解。要有彻道之信，普贤行要有彻道之信，要开元顿解，信解，什么解？元顿解，乃对华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了解。那么整部华严经所论述的，也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呀、那么华严中以信解行证。四分来疏解华严经的结构，我们可以知道解的部分以六十华严说华严经来说占了五会哦。我给你们那两张表、你自己有空拿出来看看哦。解占了五会哦，解哦，信解行证这个解哦，太大了，看不到。信在这里解哦，先修因气果生解分，占了五会哦。你看这么大的分量啊，好，那么此显示的华严经对解的重视。那华严中大师的种种论述，都是在帮我们解我们的迷惑，所以这叫灭见之方。刚才讲的有利无利啊，缘起相由啊，法法互相依存啊，等等啊。那个真空观、理事无碍观等等啊，都只是灭见之方啊，因为这些都是解嘛。所谓修普贤行，其实是不离开解来明知的。那么在《游心法界记》有告诉我们哦，到底要怎么行呢？他说你行即王言离失意，王言觉解行即是如此那么到底要怎么修啦？他说急于上解中审地取之，且如一中有一切时，即是一切中有一时，即一语切即入一时，论其解也如彼，与其行也如斯所以说明了解和行都是不离华严中，华严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嘛。就行来说是如此，就解也是如此。那么此典型之普贤行具体实践表现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十大愿王同学应该也蛮熟的啦，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我们会念哦，可是要怎样礼敬诸佛呢？以华严的法义，华严的解来行礼敬诸佛，怎么做？一即一切，好，你看他怎么做。若就十大愿王之第一愿礼敬诸佛来说，可看出普贤行所展现之无尽行，呈现出所理的对象，能理的人，都是重重无尽的，乃至时间空间等皆无尽。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礼一尊佛，是无量无边的人，无量无边的我在礼无量无边的佛，而且是无量无边的时间，在无量无边之处礼佛。你看这样功德大不大？这就是华严的礼敬诸佛。好，
不是我在说的，是普贤行愿品就这样说。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律故，起身信解如对目前，所以才说有测到这信嘛。啊，悉以清净的身与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身哦。一一身遍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佛。所以你说是不是无量无边的身在理无量无边的佛，尽一切时尽一切处都在理佛啊。虚空界尽我理乃尽，而虚空界不可尽，我此理尽无有穷尽。同学，我们不要把它当成那个是菩萨才这样，我们虽然目前做不到，但要这样学呀、啊。啊，要这样学啊。好，其实也我做不到，是我现在做不到了，有人做得到啊。所以他一理就无量无边的身，理无量无边的佛，一即一切的。所以华严的行法，你一定要有正确的一个理解嘛，你才有办法行嘛。啊，好，那么。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尽无有穷尽。所以是不是重重无尽的在理佛？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样才叫华严的理佛。以理佛这一个行来入法界。好，又如寄颂云：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狮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理尽无余。普贤行愿威神力，下一页的哈，普现一切如来前哟，普现一切如来前哦，不是我拜的那一尊佛而已哦。一生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理刹尘佛。这是以身信解来实践礼敬诸佛。那不仅礼敬诸佛是如此的无尽，那么后面九个愿都是如此，包括称赞如来等等啊，常随佛学等等，到普皆回向，都是如此以因陀罗网重重无间的景象，而且如海印三昧同时顿现。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啊、这就是我们学华严要学习的、啊、学习的。好，所谓的入圆满证，那就是指所信所解所行的因地行契入华藏世界海之果地海。你前面的信解行是这样的入，那你入的证当然就是如此啊，就是契入华藏世界之果地海 啊， 啊。那么同学修学过的入法界品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示就是如此信解行证上下来啊。好，再来我们要看弥陀行。弥陀行有两层意思啊，刚才第一节课其实已经有导过的，第一个是指念佛法门，另外一个是以弥陀净土为所归去。那么若就弥陀行来说，以世亲菩萨的往生论，他就提了那个五种法门嘛，啊，好，如身之礼拜，口之赞叹，意之止观，而且要把功德回向给众生，这样的弥陀行亦可专指念佛法门，啊，而念佛法门本身又包括多种念佛，啊，那么其中，哦、啊，称名念佛是广受中国佛教净土中的重视，啊，那在华严中。哦，《华严经》中针对普贤行跟弥陀行议题所展开的论述，那么首推以十大愿王最终导归极乐世界，且以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普贤行。那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哦，为什么要这么做？哦，为什么要导归极乐世界呢？成观
有解释，中密也有解释，我们就顺着老师的诠释来看。他说啊，不生华藏而生极乐，略有四义，就是成观的看法。第一，有缘，有缘故，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跟娑婆世界特别有缘。第二，欲使众生归平情依故。三，不离华藏故。四，即本师故。好，来看一下老师的解释。陈观认为不生华藏而生极乐的理由有四个意思。第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与娑婆世界众生有缘，有缘，那佛发的愿呢、啊？阿弥陀佛发的愿就是如此啊。啊，第二，为了让众生有所依凭，使欲使众生啊归平情依故嘛，让众生有个依凭嘛。啊，第三，西方极乐世界不离华藏世界海。第四，阿弥陀佛即卢舍那佛，啊，这是成观的解法。那宗密呢？宗密在行愿品疏钞里面，他有进一步解释，啊，进一步解释。他说啊，弥陀愿众偏接娑婆界人，阿弥陀佛他就是发这样的愿呐、啊，啊，第二，啊，我们呢、啊、都知道啊，十方净土都很妙啊。啊、彼此融通啊，我们都知道啊，十方都很好啊，而且知道彼此融通的啊，但是初心茫茫无所依托啊，故方便引之，所以要到极乐世界去，每个地方都很好啊，啊，但是我们初心茫茫无所依托嘛，啊，哎呦，阿弥陀佛就发了这样的愿，要接引娑婆世界的众生吗？啊，好，第三，极乐去此，但有十万亿佛土，华藏中所有佛刹，皆为尘数，故不离也。如大书说，华藏世界一一向当地相连接成世界网，故知阿弥陀佛国不离华藏界中也。啊。好，第四，此集第三十九记赞云：或有见佛无量寿观自在等共围绕，乃至显首如来阿处释迦等。啊，那由成观跟宗密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是以一圣华严一圣的角度来说明，啊，连结的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的关系，啊，那诸佛国土彼此的关系也是如此。那么国土是如此，行的部分也是如此，所以普贤行、弥陀行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普贤行跟弥陀行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不是两个对立的行法。啊，以处所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彼此这个连结的关系来说，普贤行跟弥陀行也是如此。啊，那么以念佛法门来说呢，成观把前人的五种念佛加以更正啊，啊，他为了避免跟理事无碍相混淆，所以他做了一个调整啊，啊，把第五门叫重重无尽佛门啊，改成重重无尽念佛门啊。这个部分你看下面这一张表啊，同学如果对念佛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回到到第最后一章再去看称名念佛跟称性念佛，啊，之前叫个五方便念佛门，这是隋朝智已，智已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那时候有讲的这五种念佛三昧门哦，啊，那么成观改了一下，他把第一个、第二个合成圆净念佛门，啊，然后把第五个缘起。性起圆通念佛三昧门，他把它改成重重无尽念佛门，那为什么呢？他避免跟理事无碍相混淆，所以直接用重重无尽念佛门来表达智已大师的性起圆通念佛三昧门，怕会误会，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好，那么我们直接看重重无尽念佛门。有五个门嘛，能念收数略有五种，我跳着念。第一个叫圆净正观念佛门，
第二个叫摄境唯心念佛门，第三心境具敏念佛门，第四心境无碍念佛门，第五重重无尽念佛门。同学细细的自己去看。好，好嘞，我们来看一下，礼尽无忌，无尽礼忌无尽，看第五个，以礼容事，事亦无尽。哎，所以他还是比较以礼啊，透过礼的串联，告诉我们，礼如是，礼如是片，所以事亦无尽。啊，事如理呀、啊，啊，理如事，事如理，所以事亦无尽呐、啊。故随一门摄一切门，啊，好的。那么介绍了这五个门，我们就很容易再把它切割成，哦，有五个哦，然后各自去抓一个，你唯心念佛门才对，或者是，哎呀，心境无碍门才对，或者是，哎，一切都不可说，心即是佛，那就悯心。哦，唯有佛心则非心的嘛，佛即是心，那就悯佛啊，就是心啊。所以他告诉你，非心非缘，非佛远离一切，好、啊，方为真念啊。有一些人就说，哦，方为真念，所以第三个啊，净具悯念佛，这个才是对的啊，不是哦。你看，从陈观告诉我们，容思五门以为什么一致。即是此中能念之心与前所念十佛境合，非合非散，摄入重重，难思境也。千万不要再对立了，这是以不同的观点在讲。那华严一定是一即一切，而且 不把任何一法把它排除掉的，不会的。容思五门以为一致，你就找你相应的进去嘛。啊，好，此事从理上来说，显示理尽无尽，以理容事，事亦无尽，故随一门摄一切门，容摄五门念佛法门，这应该要画起来了，这里，不然我们真的会又开始分五个门了。华严的念佛到底怎么念？容摄五门念佛法门，而顿显华严念佛是重重无尽的念佛法门。即十佛十身皆等虚空，并合法性，为庄严法界虚空界也。但是是随门说义，所以有种种的不同。举一圆收，如是方为华严的念佛啊。好，所以这边强调华严的念佛是举一摄一切的，是重重无尽、事事无碍的法界之念佛。那么自唐宋以来呀、啊，这种华严乘法界性的念佛法门很少受到重视啊，很少受到重视。从宋代的义和啊，他有著一个《华严念佛三昧无尽灯》，可以得知啊，为什么这边写序？因为不见了，只剩下序，可以知道，好、啊，可以知道，好、啊，你。同学啊，我们跳着看，你看他这一篇，我觉得老师能找出来真的是也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宋代义和、啊、他的感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感叹。从这边看，同学有空回去看这个注释，自己要看一下。佛啊，悯众生颠倒妄想执着而不正德，于是乘法界性说华严经，点点点，为华严观行德缘至公于请客哦，啊，义和晚年，啊，义和晚年退席平江能人，他遍收净土传入与诸论赞，未尝有华严圆融念佛法门呐、啊，他找都找不到啊，啊，盖八哥合众学取应息无足道者。呜呼啊，不思议法门啊，散乎大经与书记之中，无闻于事啊。
但他知道啊，离此别求，何益北缘而知处也？于是背入法门，编为著为一编。哦，他就去把这一件事情揽在身上喽，啊，去找喽，啊，去找啊，找出华严圆融的念佛法门，啊啊，他啊啊把它编为著为一编，使见闻者不动步而归净土，安世阶梯呀、啊，非思量而证弥陀，岂存言念？等等啊，你往后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倒数第三行，第三行，从此序文中可看出义和之感慨，感慨于当时对华严念佛法门之疏忽，忽略了此殊胜之无碍圆融法门。故而撰写《华严念佛三昧无尽灯》，可惜此著作已失传，只有序文而已。哦，但这个序文就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了。好，那么宋朝有议和的努力，哦，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哦，大德们也有一些发挥了，如莲池大师，如彭济清，哦，等人，他们都对于华严念佛啊有所发挥跟贡献啊。那么这个云栖朱红在《阿弥陀经》疏钞中就把称名念佛跟华严乘法界性的念佛法门加以结合，在莲池大师那时候他就这么做了啊。如他在注解《阿弥陀经》的时候啊，就有这样说啊。教分四种念佛，从浅至深，此居最始，此就是指称名念佛了。虽后后生于前前，实前前彻于后后，于理一心即实相库。哦，好，那他说呢，这个抄是在解书，哦，他说这四种就称名观相观想实相嘛，此四者同名念佛。浅浅后生，持名念佛虽在出门，其实意涵无尽啊。我们会把它说它是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最浅、最浅、最浅，都是我们分别心在分啊。它的意涵其实是无尽的，是一心则浅，理一心则深，即是即理，即浅即深，故曰彻前彻后。所以者何？理一心者，一心即是实相，则最初即是最后。那就有人问哦，哦，难道称名就是实相吗？啊，岂得称名变成实相？答：实相云者，非必灭除诸相，盖即相而无相，叫实相。不是要把那个相灭掉了，啊，即相而无相叫实相。啊，经云，自世间自世语言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为什么万德洪明不及自世一语呢？自世间的语言都是与实相不相违背的，为什么佛的名不及自世一语呢？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何况今明理一心也？啊，又观经第九佛相好，啊，书职位观佛法身，相好即即法身，名号何非实相呢？啊，好，那么这个，哎呦，抓不过来。此说明佛的名号就是实相。直就称名念佛来明示一心理一心，显示称名念佛其意深远无尽。而所谓的理一心，也就是实相念佛，换句话说，并非舍称名念佛而另有一个实相念佛，乃在称名念佛的当下了知念佛心本不生不灭，亦无能无所，如此即是实相念佛，不是有另外一个实相念佛的，是即当下，即你念佛的当下，就是实相念佛
啊，因此称名念佛不仅自简自易，且其本身亦蕴含着实相深意。好，那这一段引文啊，同学自己看。我要看的是，此说明啊，佛虽自极殊胜，却不离无人当下之一念心。因此，若能一心执持佛的名号，若至心境，极乐净土之一正报宛然现前。那么是更深一层的含义，这个念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如其云。来，下一个，正由念佛，这个叫由了，由，由，正由念佛至于一心，则念即而空，无念之念，谓之真念。又念体本空，念实无念，名真念也。生无生者，达生体不可得，则生而不生，不生而生，是名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如后教中变，如后教起中变，故知终日念佛，终日念心，次然往生，即然无往。所以生而无生，生而无生啊，那它更深的一层内涵，其实大家要细细的读啦。所以我就说，这一篇文章，一次的课，我觉得要慢慢读，真的读不完。你们已经开始感觉我有点在赶了，对不对？越念越快了。有一些变成这样赶的情况下，有一些要导读的，反而不太能分享哈。好，又云此经者，直指众生以念佛心入佛之见故。啊，此等皆强调由称名念佛入手，可通实相念佛，达无生法忍。所以这显示出称名念佛了就已经非常殊胜了，它不是我们想的那么浅呐。啊，为何称名念佛如此的殊胜呢？是因为己力以及弥陀愿力所致。好，来。刚好这一段刚好可以，也回应刚刚班长问的那个断惑那个问题啊。他说啊，得出轮回者，由惑起业，由业感报，往来六道轮转无穷啊。依于法修，直至惑尽，使得出离，而脱执世间，生存未保。唯此念佛，待获往生，不是要断完烦恼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待获往生。以己念力及佛的摄受大神力故，一生彼国，即超三界，不受轮转。啊，所以啊，说众生生者皆是不退转，所以我们才会说有大德强调啊，他希望先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啊，此说明了众生无始以来受惑业轮转于六道中。如果依其他的法门，那我们要断惑才能离三界生死轮回啊。那无力断惑，那就会随业牵引于三界六道轮回不已。那么这样的一个称名念佛法门，可以带业往生，超出三界，达不退转地，证得无生法忍。那为什么呢？刚刚说了自己的念佛力量以及阿弥陀佛的大愿，所以称名念佛虽从有念入手，而其本身实是无念，因为心本无念啊。那为了对治众生无始以来的烦恼执取，所以才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所以念佛叫以毒攻毒。这个是《阿弥陀经》疏钞里面说的。那今教念佛乃是乃以毒攻毒，用兵止兵啊，病愈扣平，则舍病体更无自身，所以即扣到原什么无次子啊。啊，好，那么此在显示称名念佛啊的切要哈，这同学自己去看了，因为我们没有空看，你看哦。哦，你如果啊，真的能够执持名号，深达实相，可以上品生哎。
上上品生啊，那么这个自己看啊，自己回去看啊。所以呢，称名念佛啊，是为了这个因应众生无始以来之妄想习气难除，所以用以读攻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呐、啊，啊，以原称佛名号来入手，了达无念无生啊。另外，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一部啊，同学有空也可以去请华严念佛三昧，清代的彭济清居士，他把称名念佛跟华严的念佛加以运用结合，加以运用结合啊，因为剩下八分钟，所以我又要越赶越快了啊。好的，那么你看他念佛法身、念佛功德、念佛名字、念毗卢遮那佛、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第四个念毗卢遮那佛是顿入华严法界门，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圆满普贤大愿门。啊，好，那这边，他把这个五个哈、啊，把它分，因为这两个这其实都是念佛的名字嘛，念毗卢遮那佛、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是念佛的名字，所以这是念法身、念功德。念佛的名字，那分普念跟专念，专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好，那么，彭济清的念佛啊，我个人很相应，很喜欢呐、啊，啊，但还做不到了，是很希望能朝这样的方向，啊，他说啊，专念与普念的关系是极普极专极专极普，念佛名字即摄法身功德身，啊，华严不是这样吗？一摄一切吗？对不对？所以念佛的名字就摄佛法身功德身，这样的念佛，我觉得很赚呢、欸。对啊，赚很大呢、欸。老师，我觉得我们学这个法门真的很好呢、欸。啊、哦，好，那跳到最后一行啊，念佛名字是指念佛的名号，以佛的名号为所缘而专念不息，则能见无量佛，能彻见法身呢、哦。若能于念佛名字中，他开始在做了，在做厘清了、啊，为什么念佛名号可以彻见法身？啊，为什么念佛名字也就是在念法身佛，在念功德身，在念佛的功德身，他这边在做澄清哦。若能于念佛名字中第二行了知念而无念，求念不可得，此即是念法身佛。若无念而念，此一佛名遍摄一切佛，那么就是在念功德身。故言念佛名字成就最胜方便门，而此一念佛名字法门，实以摄第四念毗卢遮那以及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而且彭济清进而将此等念佛法门与华严的法界三观四法界等等结合，认为此念佛法门无法不摄。哎，这真的就是很华严呐、啊，所以就是看了就会开心了、啊，法喜了，啊，所以彭济清居士啊，把一句佛号与法身功德身做一紧密的结合，也就是说，一句佛号当下即是法身，且法身不离名号，啊，名号摄一切，名字即法身，法身即名字，乃至名字与功德身亦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彭济清所说的这个念佛法门，其实可统摄于一句佛号中，实在是有点可惜。这个都可以，真值得好好细读，连注释都是。关于彭居士他的一句佛号啊，这边哦，法界观在这里哦，你自己去看，回家自己看哦，啊，然后。这个城观讲的四法界啊，都在这边。怎么样以一句佛号？怎么样以一句佛号啊来入这个法界啊？他说啊，念佛人以一念本无量故，有没有一即一切？所以啊，这个
念佛的功德会无量无边啊。那同学这一篇看完，如果不过瘾，就翻到第九篇《称名念佛与称心念佛》去看。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导读啊。好的，所以啊，哎，跑到这里来了，结语啊，结语就可以下课吃饭了啊。华严的观行法门啊，那讲的就是普贤行。那普贤行就是一行一切行，所以可以任一法来切入。所以你找你的密宗，找你的净土，找你的唯识，你喜欢你就从那一门来深入。好，那教观显首行在你自己。啊，那么换言之，法法皆可修普贤行。所以华严的行就是这么多门呐、啊。被误会成无门，没有行，真的是很冤枉。法法皆可修普贤行，法法皆是普贤行，因此简称为普行。那弥陀行或称之为念佛行，是专就净土念佛法门入手，尤其特别强调以信愿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后面这里就是我们上这个。前几节课有讲到，就跳过。我们看重点，普贤行、弥陀行，乃是普行跟专行的差别，并非决然之对立。历来大德们，他们有特别强调教宗显首行在弥陀，乃是有特别的用意。为什么？为什么行在弥陀？你如果真的能行在普贤，当然是最好的了。但是因为众生啊，虽然理解这样的道理，但是奈何不了自己啦。因为数世以来一直啊任随己意无始的习性，载沉载浮于三界中，遇到问题就跑掉、退转。所以啊，虽然是教宗显首，但是我们可从念佛法门来入手，尤其是一般被认为很简单的称名念佛，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浅呐、啊。可以称念一句佛号即入法界。那为什么要称名啊？令众生心有所系，心有所平啊。那若就华严的法义来说。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来说，弥陀行也就是一切行。我只是以弥陀为法门嘛，啊，弥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弥陀行。换言之，弥陀行摄一切行，一切行不离弥陀行。普贤行、弥陀行，非一非一，圆融无碍。若能明确的理解华严这样的道理，落实在实践上，也就是一即一切。一行即是一切行，弥陀行也就是普贤行。如果你不能确切的理解啊，以世间的一跟一切，也是切割情执下的一跟一切，情味的一，情味的一切来理解华严的话，那么与华严法界是没有办法相应的啊。那不相应的解，那就无法称解起行，那更不要说要证了啦。好，更不要是说要证了，所以。教宗显首行在弥陀，实乃颇具深意，可以是弥陀行即是普贤行，也可以就弥陀行一门深入实践普贤行，也可以普贤行导归极乐世界而圆满普贤大愿。好，我们终于导读完了。那我觉得它的意涵真的值得大家深深的再去好好的看啊，很好看哦，我自己觉得啊，看不过瘾，看一下第九章哈，第九章可以继续看下去。好，同学作业要做哦，好，作业要做哦，好，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谢谢同学，谢谢老师，阿弥陀佛。